本所于13日下午接获屏东市公园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，经初步调查为柯姓男子骑乘机车擦撞行人余姓男子。警方到场时，柯男浑身酒味，酒测值达 0.91， 因其情绪激动不愿配合逮捕，而由严警压制后上铐，并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